AM 六六六 ，FM 101.7，佳木斯新闻综合广播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点点心意，点点情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小旭，很高兴呢又和您相会在这个时间了，欢迎您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6807666和86808666，同步参与我们的节目。加您手机号的手机短信，编写数字78加号短信内容。发送到1062678910626789，您可以来点播您喜爱的歌曲，传递您的祝福和心意，也可以在这里呢来结识更多的新朋友。好，那节目开始，我们还是先来接通听友打进的电话。766这位朋友您好。